这孩子啊，这孩子啊，我生的。要我说呀，这夷陵老祖他就是个祸害。谁说不是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隔壁邻居家的大表姨家的祖坟呢，最近被刨了，肯定就是他干的。听听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听说他在用尸体炼制什么傀儡，哎，真是太吓人了。他在穷奇道啊，生生将一个人做成了傀儡，连杀十几个人呢。那傀儡还是温室余孽，自那之后，人们都称他是鬼将军。只是穷奇道之后啊，这鬼将军的去向就没人知道喽。嗨，还能去哪儿？肯定跟着夷陵老祖作恶呗。嘿嘿嘿，你们呐，只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夷陵老祖的可怕之处，何止是炼傀儡？他的那些手段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挖那些尸体，是为了敲骨吸髓，助长妖术啊。要不是云梦江氏收养他、栽培他，他魏婴这辈子就是个混迹乡野市井的庸徒。他竟然叛出师门，伤了小江宗主，他这种白眼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对，就是这种人啊，就是该杀。对，该杀。该杀。奇怪了，这人是谁啊？怎么看我那眼神，跟我欠的钱似的？哎，老板，你这都生涯了，你想咋的？便宜点嘛，不议价。你不会挑没生涯的？喂，我随便拿了一个都生涯了，可见你这里面也没几个好的。你看，那是你倒霉。真的不议价？不议价。不议价算了，本公子还不想买了。随便拿一个就发芽，说不定吃了还中毒呢。你说是吧，阿苑？阿苑。肯定是他爹，你看这鼻子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大伙说是不是？是不是吧？这个男人啊，也太狠心了。你看哭得这么凶，是不是被他爹给骂了呀？也不知道把孩子抱起来哄哄，就这么坐地上哭，怎么当爹的？这么年轻，哎，是第一次当爹吧？我当年呢，也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懂，老婆多生几个，就全都懂了。教小孩啊，得慢慢学。孩子，你娘呢？小朋友别哭了，小朋友。他娘呢？他娘呢？这娘呢？你这爹不管事儿，他娘去哪儿了？南湛。
这孩子还小，不懂得分辨美丑，所以被你这个不和蔼的叔叔一瞪，可不是要哭鼻子了吗？南站，你看，来看一看了，卖小玩具了，来看看吧。哎呀，来看看了啊，哎，小玩具了，哎，看看吧，啊，来阿月，小朋友，你看那个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啊，啊，走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，哎，你真的喜欢呀，老板，啊。走，文英，你为何不给他买？我为什么要给他买？你问他想不想要，难道不是要买给他吗？问是问，买是买，谁说问了就一定要买？你想要哪个？这里面的想要哪个？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哇！南湛，恭喜你！他喜欢上你了，他喜欢谁就会抱谁的大腿，而且绝对不会松手。我看你也别去夜店什么的了，我们一起吃顿饭。吃饭？嗯。你别这么冷漠嘛，你好不容易来趟夷陵，还碰巧被我碰到了，我们叙叙旧。哎呀，走走走，我请客。